adjustable.你讲啊，6.5公斤，你讲广东话。这个水是6.5公斤，粉是5公斤，依家搅拌慢慢倒入去。適量加啲鹽啊，適量，不用這麼多嘅，油也加一點，啊，適量加嘛。講廣東話。嗯。再慢慢加入去，啊，就打。打稳就 OK 了。打完之后用胶体墨。现在加了粉水。头先我哋加咗油，加咗粉，盐啊，适量都加咗啦。就依家系低速档先打几分钟，稍微均匀啲，然后再攞中档，呢个系低档，中档。打完以后，我哋等你落胶体磨啦，磨 ，OK。讲啊讲。呢个胶体磨即系打完啲粉，打完啲粉又嚟胶体磨呢度磨。依家我哋截线，截线系320啊，320，即系低线也要接上，低线要接啊。320啊，接埋低。嗱，呢个旋转方向一定要咁转，逆时针转。我依家打上去睇睇。嗯，方向对的。